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你们能往哪里逃？好，然后对他后来会还没错。如果你要往银河结局的话，那因为我们要往月路结局，所以我这边就不开了哈。然后怪物都不打哈，你打了没有什么用。小子，你谁不好惹？竟敢欺老娘头上来了！乱世妖孽，人人都有肚子。今日本大侠专程来此替天行道。一路相似，不怕没鬼可以做啊！邪魔歪道，我与你势不两立。李逍遥，拿命来！羊，好，尽量打了，好不好？虽然打不赢，我们还是尽量打。因为他现在是成熟的状态啊，你知道图像不一样吗？他梦境中的图像是比较成熟的样子。哈哈，脾气挑战，五轮攻击，556，不要笑，不要给我笑。啊，糟糕！我是不是打不赢啊？试试看，说不定这个版本打得赢啊！防御效果解除，攻击功效解除，这两个会留到等一下的物品栏吗？如果会的话，我就不要用了。哦，他开始变强了，他笑得好难听哦。真的打不赢吗？好，看起来不行。啊，真的打不赢了，不是的，就这样。好，可以试一试了。那血到底多少啊？夺魂的罗刹鬼婆，竟然落在你的手里，要杀要剐，不用多说，动手吧！18年后，又是一条好汉。动手吧！18年后，又是一条好汉。李逍遥，你披上羊翅吧！敢说老娘是什么鬼婆？
又在做白日梦。你可老大不小了，整天疯疯癫癫的，也不学学做正点事。婶婶啊，你不要每次叫人起床都拿锅啊铲子胡敲一通，会吓死人啊！我的床又不牢靠，万一我给摔死了，咱们李家就绝后了。我这样叫叫得醒你吗？好歹你也跟林木匠学过几个月木工，床不牢靠，自己动手修一修不就好了？就只会削一些木刀木剑，成天学你爹舞刀弄剑，没个定性，有哪家姑娘愿意嫁给你哦？那我爹又怎能娶到我娘呢？你娘也跟你一个爹一个样，嫁到咱们家李家来，也不做些针线女红，就只会跟你爹疯。嘿，大家都说他们可是江湖上人人羡慕的鸳鸯侠侣呢。是哦，侠侣，抓行侠仗义，丢下你这个惹祸精一去不回，十多年没个消息，还不是我这个老太婆省吃俭用的开了一家小小的客栈，才把你拉拔长大，结果养出这个懒鬼。谁说我是懒鬼了？我将来啊，要像我爹娘一样，练成绝世武功，成为纵横四海、称霸江湖的一代大侠。哎呦，我后半辈子都指望你了。你哪都别想去，男儿志在四方，待在这里能有啥出息啊？你呀、啊，游手好闲出个名，要不是这回忙不过来，才不指望你这懒鬼来帮忙呢。一大早就有客人上门了、啊。是啊，赶紧把上房收拾收拾，我先去招呼客人。我们客栈就这两间破房间，哪叫上房啊？就会耍嘴皮子，叫你去你就去。真没意思，一大清早要你家做这个又做那个的。嘿，昨晚做好的密道正好派上用场，这次就从这里溜出去吧。逍遥，还窝在房里干嘛？快出来招呼客了。我马上就去。算了，晚上就用密道吧，现在被发现就惨了。先进来这里，这边有什么东西？好像是梅花镖跟蜘蛛骨卵。这是啥玩意儿？哦，有掉东西了。这不是上回投宿的镖师吃饭的家伙吗？居然掉了一只在窝里。梅花镖，这边好像还有一个。哎，怎么没有？可能之后才有吧。但我的游标怎么怪怪的？没事没事。搞什么？慢吞吞的。各位客官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逍遥，帮我招呼客人，歇歇腿。我到厨房准备酒菜。小二，这间客栈我们包下。除了老板伙计，其他不相干的人全部给我请出去。小店今天没有别的客人。各位客官啊，不，请问各位大爷们还有啥吩咐？以后没有我们的吩咐，不许闲茶人等上楼来，知道了吗？是，这容易，小子一定照办。很好，这些银子你拿去，往后这几天只要你乖乖听我们的话办事，赏银不会少你的。是，谢大爷的赏。小店一定让你宾至如归。哇，这是遇到财神爷啦！拿不拿都没差，是不是？哎，房间有什么？这边有一个，看到。没错，第一个 boss。他的控制方式还是有点怪怪的。哦，有了，拿到了。下楼。小姚，你来正好，快把门口那个臭鸭放得干净，免得妨碍咱们做生意。200文钱。去，我们也很穷，没有钱分给你。哎，我不是要钱，我只想讨些酒喝啊，小兄弟啊，
拜会一下吗？给我一点酒。不成不成，给婶婶知道我总挨骂，你赶快走吧。哎呀，没酒喝，我一步也走不到，你就行行好吧。然后就这样，好，小瑶，把桌上的酒菜端上楼去，手脚快一点，别让客官久等了。对了，就是奶盘，赶快端上去给楼上的客官。好，拿完之后我们才会拿到酒哈。不，两位大爷，酒菜送来了，拿过来。这什么酒啊？一点味道也没有。哦，大爷，你有所不知，此酒乃本地的名产桂花酒，清香甘醇无比，连当朝的贵妃娘娘都爱喝的不得了呢。拿走，拿走，我们何管烈酒，才不要娘们喝的酒。那么小的再给你换一壶来。不必了，咱们自己有带酒。婶婶总说经营不易，在酒里掺水才能多赚些钱。那天要是被张扬出去，声音就蒙住了。以前还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，他只是在省成本嘛。哎，其实这样很不好。好，给他喝吧。酒，求求你，一口，喝一口就好。看你可怜，就给你喝一口吧。喂，只能喝一口哦。好难喝的酒啊！哎，你怎么喝光了？我一口就是那么大口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你要陪我？要钱我可没有。你不是很想学剑吗？你怎么知道？看在酒的份上，贫道可以破例指点你几招。你要教我剑法？老伯，你别逗我了，你还是快走吧。要是给我婶婶知道我拿酒给你喝，准骂人的。那是今晚三更十里坡三神庙，不见不散。咦，人呢？逍遥，你过来一下。被发现了。你要是有空的话，就在菜市场帮我买一些解禁的新鲜的虾回来。要不是在市场买不到，就向打鱼的船家们问问看。哦，还好。你在嘀嘀咕什么啦？没事，我马上就去。记得哦，要新鲜的才买。怎么了？你没病没痛的，干嘛要抓药？今天很早，昨天原本要开的。你大哥今天怎么起那么早？啊，早，香南妹子今天这么早就要帮丁伯伯挑水浇菜啊？可不是吗？现在像你这么闲，我大姐今天天没亮就起个早，烧一大锅甜粥，也不知道弄给谁吃的。等一下我一件东西要送给你，你等会再找我来拿。啊，人帅真好。李娇哥哥，我在家里熬了一锅腊八粥，你和姨大娘要是有空，晚饭后就过来一趟吧，尝尝我的手艺。好啊，当然。香囊姐煮的点心是出了名的，我婶婶说啊，上回吃你请的红豆汤，嘴巴直到甜到现在呢。啊，就这样。一定要来哦。人帅真好。小时候都没什么感觉，长大再看这段剧情就觉得哇，好好哦，羡慕。逍遥哥哥，你今天再带我去树林里找鸟窝好不好嘛？小五子，大哥哥还有事要忙，今天不能带你去哦。好可惜哦，那明天一定要带我去哦。哼，再说啦，要打发小孩子。这么着急的药，你看。这双是我亲手缝制的布靴，你穿上看看合不合你的脚啊。谢谢你，爽哦。我穿给小虎子去，只能叫他羡慕死了。你不可以跟我爹和我姐说我替你缝制布靴的事哦。 OK， 我们秀兰的心意一定要赶快穿上。好，
这个人物在二代会蛮重要的，虽然只有前期出现而已。好，听。你相不相信老夫就是十多年前叱咤江南的名捕，人称铁臂神鹰的黄甫英？还好不是黄甫生。好小子，终于有人相信我说的话了。小伙子，不是老夫在吹牛。十二年前，我曾亲手擒服四大恶人中的东江湖游艇把西营署司马吴用，北神偷钱五统。这铁臂神鹰的封号，就是当时皇上亲口御封。哎，可是老夫在追捕南道侠李三思时，却犯下这一生最大的错误，使得我自此退隐江湖。哦，这什么事情这么严重？这说来惭愧，老夫不但数次败在南道侠夫妇的手上，还欠他们一份永远无法偿还的恩情。我为了练鹰爪，长期用断肠草的汁液浸泡食指，导致剧毒升级脏腑，却不自知。正当老夫性命垂危之际，李三思夫妇却不计前嫌，远赴苗疆，从苗人那里偷来一个毒龙胆，解了我的毒。虽然我捡回了一条命，但一身武功也废了。当我想到要报答他们夫妇时，却听说道侠夫妇已双双亡故，连幼的儿子也不知所踪。他没有不知所踪，他在你面前。据说道侠夫妇是因为盗走苗人的圣物而被诅咒，所以才会突然暴毙。诶，小伙子，我怎么越看你越觉得你跟南道侠有几分神似？这是我啊。跟水生叔讲话，哎，小李子，我跟你讲啊，昨晚我出海时看东边岛上有一个好美丽的仙女哦，可惜我一上岸就不见踪影了。少盖了，北村的大脚婆，你不也成天夸她漂亮？我这次说的是真的，我这一辈子从没见过这么美的姑娘。哼，水生叔，我看是想讨老婆想疯了。是真的，东边的仙灵岛真的有仙女住在那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少听他吹牛，我也到那个仙灵岛，哪有什么仙女，只有一个又老又丑的凶肥婆，看到我二话不说就把我赶出来了。你们该不会见鬼了吧，那荒岛上怎么会有人？哎，前一阵的小伙子不是有去过吗？不信问他。小老弟，见你没事吗？你不回去帮忙还在这闲逛，要是给李大娘知道了，你一定挨骂的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李家哥哥，李大娘，她，我婶子怎么了？你出门没多久，李大娘就突然昏倒。洪大夫，请你赶快过回去一趟。婶子怎么会？好，我马上回去。跑哪去了？你婶婶病倒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婶婶才四十多岁，怎么会突然病倒呢？我出门的时候，她还好好的。你婶婶的病已经拖很久了，只是她一直瞒着你。那严不严重？求求你，洪大夫，花多少钱都没关系，请你一定要医好她。哎，久病未医，加上操劳过度，恐怕是没指望了。不会的，求求你，大夫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婶婶。我开副药试试，但也只能略尽人事。你等会儿到我的药铺来抓药吧。小伙子，是你请洪大夫过来的吗？是啊，小伙哥哥，我到你家来，看到李大娘在厨房里昏倒，我就赶快跑去叫洪大夫来。谢谢你，小伙子。你看李大娘会不会有事啊？小虎子，你当时曾在岛上向神仙求了灵药，治好你爹的病。对啊，小虎哥哥，你也可以到仙灵岛求药，仙女姐姐给的丹药真的很灵。仙女，我没骗你，那个仙女姐姐长得好漂亮哦，心肠又好好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我想上仙灵岛一趟，我婶婶能不能麻烦你照顾？好，没问题。
这边有好多东西。你们汉人的书上有句话：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”可真是至理名言呐、啊！我绝对不会让我婶婶死掉。为了婶婶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也要把药给求来。难得你有这份孝心，大慈大悲的菩萨一定也会被你感动的。菩萨，你不是想上仙灵岛求仙药吗？但没有仙缘的人是无法通过岛上的仙法禁制的。夏虎子曾求得药，想必具有仙缘。他缘浅福薄，能见到菩萨一面已属难得，遑论再求灵药。那现在如何是好？仙灵岛中央有座水月宫，此处有一般精于炼制丹药的仙姑居于宫内。他们为防外人侵扰，在宫外以仙法设下了一个迷阵，凡人若无邪法妖术，并不会被其中的机关所伤，但是若无法破去阵眼，任你花上一辈子也找不到水月宫所在。请大爷指点迷津。阵中有六具阿修罗神像，你有这破天锤，将这些石像逐一敲破之后，通路自然就会出现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么许多？我是看你一片孝心才泄露这天机，你切勿只失良机。对了，我这里有颗丹丸，服下它可以保你不受仙灵岛上的瘴气所侵。瘴气？造化说的做就对了，难道你不想救你婶婶吗？好，我相信你。加油吧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OK， 走。水深处就能如救火，老李叫我带上仙灵岛吧。啊，风浪这么大，你不要命是不是？所谓谈看仙女，船险些翻了，我可不敢再去。你想出海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是想过仙灵岛没错，但是现在天色也不早，到了晚上风浪会更大的。张四哥，请你无论如何要帮我这个忙，要救我婶婶的命，只有这个法子的。好吧，我试试看。李大娘平日胆量不错，我想老天应该会可怜好人吧。走吧，上船。谢谢，总算靠岸了。小小老弟，你可要早去早回啊，可千万别迷了路。我在这看船，不陪你进去了。刚刚对话两次。OK， 这样就好了。先做哪一个啊？我看一下，先从西开始。西是从这里。我们这边就我这边录一小段影片 ，CD。然后让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要打这个神像是什么意思哈？他说按照那个符号走就好了。然后一。哎，你又知道你是小鸡鸡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神像，然后使用物品破天锤，然后打破几个啊？六个是不是就可以出现道路了？好，就这样，最后一个了。好，破天锤也碎了哈。仙女洞天，这边有一个。好，我们看到经典画面了哈，大家最喜欢的画面啊，洗澡澡。你们这些小变态就是喜欢这种画面，都摸透你们了。
哎、欸，等一下还有一个，右边还有一个鼠尾果。咦，怎么会有女孩子的衣裳？这个还有成就、哦？难道？这种地方怎么会如此貌美的姑娘？莫非正当我遇上了仙女？嘿，有了！你笑我真是变态、欸。我的衣服呢？你在找这个东西吗？你是谁？我是谁你不用管，只要仙女姐姐赐给我一颗仙丹，我就把衣裳还给你。仙丹？那是我师父的遗物，不可以随便给人的。那你就光着身子回家咯、啊、好吗？我答应你，可是你先把衣服还给我。真的？啊，不要看。是，我没看见。你先把我衣服放着，要走到五丈、不，十丈外，等我穿好衣服才可以回来。还有，不许回头看哦。好，我走。那你答应的哦，真的要给我仙丹。仙女姐姐，我可以回头了吗？仙女，咦，人呢？怎么突然打雷了？雷公饶命啊！我下次不敢了、啊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何来此？哇！你果然是仙女。仙女你饶命！从此之后呢？不然我就劈死你这个淫贼！不不不，杀生不好，杀了人会下地狱。仙女姐姐最温柔、最可爱、最心地善良。要不是我死者患了重病，命在旦夕，竟敢冒犯仙女姐姐，小的为求仙丹灵药，医治婶婶，才会出此下策。只要仙女姐姐愿意大发慈悲，救我死者一命，小的愿意一死，保全姐姐的名节。这么说，你是为了救你的亲人？是是，小的人，听人说，仙女岛上大慈大悲的仙女，有起死回生的仙丹灵药，所以你婶婶对你很好了，有如亲生爹娘。那你爹娘呢？我从小就没有爹娘。是婶婶把我一手带大的，原来你和我一样。好吧，你跟我来。哦，跟哦，赶快跟哦。好极了，老郎正好不在，你跟我进去拿药吧。要去见观音娘娘吗？哼，才不是呢！想拿药不赶快一点，我姥姥最讨厌外人了，等她回来就老不成了。进来水月宫了。那你婶婶服下这个紫金丹，再睡上几个时辰就会好起来了。仙女姐姐的大恩大德，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报答。你真的以为我是仙女啊？难道你是菩萨娘娘？怎么可能嘛！我可是有名字的。不要一直仙女菩萨的叫人家。那姑娘的芳名是？我叫赵灵儿，你呢？屁姓李，林逍遥。刚才你好笨哦，用一点小法术就把你吓得团团转。喂，你几岁啦？我今年19。你还比我大3岁呢，那你应该知道外头有什么新鲜好玩的。啊，这说给我听吗？人家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老了还不许我到外头去，每天在宫里修炼都快闷死了。那下次有机会，我再陪你到城里逛逛庙会。你可不能赖皮哦，我们来打勾勾。好，打勾勾，赖皮的是小狗，不许赖皮哦。啊，他们道别就这样子哦。
好，走了。小子，你怎么进来了？我，姥姥，不要为难他，他不是坏人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坏人？灵儿，我告诉你多少次了，不可以让外人到岛上来。你居然屡劝不听，又趁我出外，问你师父既备半祭品放他进来。可是师父说过，板上下为先，他为圣神来此求药，他是好人。外面的人心险恶，你一点不知道。你师父生前把你托付给我，就是要我好好的保护你。万一有什么闪失，老身如何向你死去的师父和爹娘交代？师父说过，善必有善报，他老人家就是修得无量功德，才能羽化登仙。你师父羽化登仙，岛上顿时依靠，再有强敌入侵，如何是好？老婆婆，请你不要责怪他，我马上离开这里就是。离开？水月宫岂能由你来去自如的？哼，留你不得。我妖怪啊！姥姥，不要！这小子能通过岛上的迷阵进到这里来，一旦放他回去，水月宫的所在不都全部暴露了？是人家带他进来的吗？姥姥，人家他是来求药医治亲人的病，你就放过他吗？三年两语就把你骗住，你怎能答应他？因为他把人家的，所以人家才答应他的嘛。这小子对你做了什么？今天人家在灵池沐浴，人家才答应说。混账东西！混账东西！小子，给我站起来！是。你好大的狗胆啊，竟敢欺负我宝贝的灵儿！那纯属意外啊！我给你两条路选：一是娶灵儿为妻，永远不可离开仙女岛；二是留下一双手、一条舌头，让你永远无法说出水月宫的秘密。那没有第三条路了吗？要我现在吃了你也行。我去，被迫娶人家。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，你能不能帮我？那你还会不会再回来？开玩笑，跟你这会吃人老妖怪住在一起，有几条命也不够。你呢？难道你不会害怕吗？如果你肯，我可以带你一起走。不会啦，那是姥姥像你的，从小就是她和师父把我带大的。姥姥虽然有时看起来有点凶，但是只要你和她相处久了，你会发现其实她对人很好。为了救我，还你向你姥姥扯了这个谎。以前都没有人逗我开心，你能留下来陪我，我很欢喜。可是我若不赶快把灵药带回去，省得就活不成了。况且我还年轻，因为我一辈子永远待在这个鬼地方，这一生不就玩完了？明天是师父的祭辰，一大早姥姥会到师父的坟前上香，趁那时候一口气跑到海边，姥姥应该不会发现的。真的，太好了，谢谢你，大恩大德，我李逍遥永世不忘，不忘，既不回头，何必不忘？既然无缘，何须誓言？今日种种，似水无痕，屏息何夕？君已陌路。赵丽儿边唱边流下眼泪。如果你肯，我可以带你一起走。我不能离开这里。灵儿，你不要这样嘛！我已经与你拜堂，就一定说话算话。等我婶子病好了，我请他老人家做主，这是上门来提亲。可当真？句句出自肺腑，相信我。小老哥哥，天亮了，
我必须走了。灵儿，等我，我一定会尽快回来接你。嗯，逍遥哥哥，保重。好，正事都办完了。OK， 好，可以走了。我是说到，我觉得，哎，反正他们都拜过堂了，这是夫妻之实了。但是因为他吃下万忧散，所以我觉得赵灵儿很可怜，真的很可怜。哎，阿文，咱们两老盼了这么久，总算是盼到这一天啊。只可惜你比老身先走一步，看不到这丫头出嫁的模样。那个叫李小姐的年轻人，看她跟灵儿十分有缘，小两口也情投意合的样子，老身就擅自做主凑合了他们。老身来日无多，只盼日后他们两人能平平安安的过日子，也不枉咱们这多年来的心血。你看李逍遥多大胆啊，他不赶快跑。啊，走了。哇，你这里去了一天一夜，我差点以为你回不来了。哈，夫人自有福星照，我这一趟有非凡奇遇呢。哦，你真的这样仙女了吗？哎，可以说差不多了，不过老妖怪也遇上了，还好一定要求到，咱们快回去吧。好，安稳在这。喂，你在我在东方那个小岛去吧。你要到那小岛做什么？你开船就是了。你不回答我问题又没那么礼貌，我为什么要答应你啊？你会答应的。哎，小姑娘，你怎么可以乱打人呢？我劝你乖乖听话，快去开船，否则我还有更厉害的手段对付你。这两天苗脸见多了，就说你最凶狠。他们就先到了。来了几个？哼，你只需要把刀子往前一伸，我便能到苏德曼鸭蛋去了。用不着介绍你的同伴来了，我跟他们不是一路的。怎么，你想到苏德曼鸭蛋吗？我死也不去苏州。他们到底来了几个？三个，是个黑黑胖胖的大胡子带头的。糟糕，可别让他们捷足先登了，我得赶紧回去调派人手。就算你回去调派人手的时候，就来不及了。平白无故胡乱打人，这个姑娘真莫名其妙。好，就这样。哎，啊，结果小伙子不在，你不是要照顾婶婶吗？啊，小伙子你怎么不在？做事做一半呢？怎么头昏昏的？夜晚。小妖，你不在自己的房里睡，躺在这干嘛？我怎么会在这？对了，婶婶，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。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啊？是，哎，怎么突然想不起来？我明明，我看你是在做梦啊！回房间睡觉去。奇怪，好像有件很重要的事。就是想不起来，哎呀，差点给忘了。那位讨酒喝的老道士说，三神庙要教我剑法。反正睡不着，何不去会他一会？说不定我真的遇上高人了。就他想起来是九剑仙。是小妖啊，要去哪？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？你是不是想去又出去鬼混呢？啊，没事，我这就回房去。啊，我这边故意触发的啦，我们实际上要走密道齁。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哦，还有小兄弟求得灵药了吧？灵药？什么灵药？果然有效。对了，现在是什么时辰呢？哦，三更天啊。嗯，是时候了。小兄弟，我们现在有事要出去一趟，明天一早才会回来。你现在就可以打烊了，不必等我们了。这么晚了，三位要上哪去啊？小兄弟，少知道一些事情可以活久一点。要不是看你蛮听话的，
昨天我就赏你一颗金蝉骨了。哼，这种神神秘秘的，一定不是去干啥好事。算了，客人的闲事少管。哦，这边要去那个丁伯伯的家里哈、哦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李家哥哥，拜托你帮帮忙！我爹的哮喘病突然发作，你能否把我们把洪大夫请过来？明明就有两姐妹，为什么不叫另外一个姐妹去找洪大夫呢？一定要叫李逍遥？哈，真是奇怪。洪大夫，你开开门啊！洪大夫，洪大夫！哎，三更半夜的，谁在敲门啊？洪大叔，劳你的驾，丁伯伯的哮喘病又发作，看起来很严重，先赶快过去看看吧。好好，我马上就过去。你们可以放心了，已经稳定下来了，没有危险了，万一有什么情况再过来找我。李家哥哥，我们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。不用了，我也没有帮上忙，只是跑跑腿而已。李大哥，我好怕，你留下来陪我们好不好？大夫不是说了吗？你爹不会有事的，你放心吧。我有点事，要到山神庙走一趟。那不是要经过西边的十里坡？听说那里到晚上会有鬼怪出来吃人，很可怕呢。哈，那是大人用来吓唬小孩的鬼话，你也信？我今早跟一位老前辈在山神庙有约，他要教我剑法。你才是傻小孩呢，那个疯疯癫癫的老酒鬼讲的话你也当真？得了，好，战斗胜利50次。可恶，你的鬼影子都没有，被那臭乞丐给骗了。下回若被我撞见，定要叫他陪我就来。有酒贫不上青天，有心戏斗弄日月，醉卧云端笑人间。孺子可教也，小伙子，你果然守信。老夫迟来一日，你居然仍在等待。晚辈自该恭候你老人家。约定不就在今晚吗？这酒鬼最糊涂了。那是因为你吃了忘忧散啊，李逍遥。要不是婶婶看得紧，晚辈原本还想替老前辈带几壶好酒来。那倒不必啊，老夫喝遍天下名酒，要不是酒虫闹得凶，才不稀罕那掺着水的酸酒。那前辈见笑了，乡下小店每场美酒佳肴，怠慢不周，还请前辈多多见谅。况且酒喝得多，对身体也不太好的。小孩子懂什么？我酒喝得越多，就越生龙活虎。要我是没酒喝，我反而坐得像软脚虾。前辈天赋异禀，这样与凡人不同。少拍马屁啊！我一生从不亏欠别人，现在就教你一套剑法，算是回报你昨日赐酒之恩。此套剑法变幻繁妙，能学的多少全靠你的悟性高低，仔细看清楚了。前辈，请你送我为徒。贫道一向漂泊惯了，不想收徒弟。前辈，求求你，晚辈愿孝敬你下半辈子，跟随你行侠仗义，云游四海。学我一套剑法，终身受用无穷。你我缘尽于此，回家去吧。前辈，还不知道你尊姓大名呢。欲见乘风来。
天，有酒乐逍遥，无酒我亦颠。一饮尽江河，再饮吞日月。千杯醉不倒，唯我酒剑仙。酒剑仙，啊，已经天亮了，惨了，等我回去又要挨骂了。哦，留了一个两个道疤痕。请问一下，往余杭线怎么走？往这个方向一直走，经过十里铺就到了。好，谢谢。哇，我们来迟了。再请问一下，城里头有客栈可以投宿吗？只有一间，就是我家开的，不过已经有客人包下，暂时不做别人的生意了。好吧，我们另外想办法。老实说，这两个人出来跟阿农出来不知道干嘛，完全没有发挥到作用，你知道吗？